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萧川老师，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今天表现不错，我们稍微看一下了，整个指数呢，早盘的时候呢，开平高盘之后呢，就一路震荡走高。那今天最高涨176点，目前指数还涨160几点，台北股市算强的，对不对？好，可是你注意看你从全球股市的架构里面，你可以发现到礼拜五的时候呢，美股都是开高走低嘛，对不对？好，四大指数都开高走低。那今天整个亚洲盘呢，上海是这样了，跌18点了。南韩股市早盘还在平盘附近震荡啊，结果现在跌了15点了。日经指数呢，早盘开低了，那目前稍微有稍微留下影线在平盘附近了。好，亚洲股市的表现还好啊。好，那台北股市最强，对不对？好，同样我们来去试想哈，台北股市真的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它是全球股市最强的吗？其实这个答案明天就知道了。好，为什么？我们来仔细看哈，7月31号那天呢、我来跟各位讲台股的价值了哈。7月31号的时候呢，台北股市当天呢、是创新高，也是全球股市最强嘛，结果开高走低嘛，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台股的价值？好，各位，为什么我说明天就知道答案？因为明天要公布进出口的数据。好，我们从之前进出口的数据，你就可以发现到了嘛。整个年增率呢，它是一路的下降嘛，对不对？好，那我礼拜五的时候有跟各位讲过，这是财政部公布的了哈，因为财政部在7月14号的新闻里面哈，他有说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指数自112年7月，好，就是自这次要公布的那个指数了哈，改以110年为参考年 ，OK， 好，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哈。年增率是应该是跟去年同期相比，那财政部说现在不跟去年同期相比，要跟前年那个同期相比，有没有？稍微把那个数字也照一下，有没有？那个比较低了，这个比较低嘛。啊，如果跟之前高点比的话，这一定有大萎缩啊，是不是？好，那为什么做这个动作？我们不去讨论了哈。那明天如果说公布的进出口数据，出口是持续在萎缩。你说台北股市是全球股市最强的，合不合理？好，没关系，这东西明天就知道，好不好？但是这个礼拜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台北股市呢，来到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到还是在一个比较偏高档震荡的盘怎么样？还是在一个高档震荡的盘局里面嘛，对不对？啊，涨多了嘛，震荡一下算合理嘛，对不对？好，各位，8月2号，8月2号在哪里？在这天嘛，跌300多点，有没有？那天跌300多点嘛，我知道大家很恐慌啊。可是那天我跟大家讲什么？我说真正的跌势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好，不是说那天跌300多点，我就跟你说这里要开始一路大跌，没有，不急。为什么不急？因为时间点还不到。好，时间点在哪里？我们来看7月28号，我跟大家讲说多空的关键点在8月10号，有没有？今天几号？今天8月7号嘛。在2-3天左右 ，OK， 好，为什么8月10号？好，你有看我节目的，其实我们都解释得很清楚了，好，因为我们在看这个盘势的时候，我不是说啊，每天涨停板的都是你的，像今天有一些 AI 的个股不是涨停吗？大家又来了，之前跌下来都说高档卖嘛，涨上来就跟你讲说，哇，你看今天我的 AI 的股票又涨停，同样我跟你说这种讲法对你真的是有帮助吗？我是不知道啦。好，现在搞到好像说全台北股市里面所有的股民全部都做 AI 了，其他的股票你都没有，好，不可能嘛，对不对？我跟你讲一堆股票跌翻天了，待会我再来跟各位讲。好，我们先来讲这个了多空关键点在8月10号，为什么？因为8月10号那天，应该说了8月10号的晚上8点半，美国要公布 CPI 嘛，对不对？好，关于这次 CPI 的状况我们先来看其实你最近你去看那个油价的走势你会发现到到上个礼拜五都还在创新高创这个近期这个差不多4月中以来的新高当然这个时间点它创新高，这个时间点现在不算，因为现在是8月份。如果你要去看油价的8月份的走势对物价有什么影响，要等到9月去公布什么 CPI 嘛。所以呢，礼拜
八月十号公布的 CPI 呢，我们去看七月份的油价，均价在80.7了。那这几天涨上来，油价的均价已经来到82.3了。那可见的说，这个油价照理说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要继续攻。所以呢，这个油价影响到整个物价的变化，我跟大家讲哈，不是只有一个月，好，不是只有一个月。所以呢，当整个油价呢在整个七月份来到80.7的时候，可能你去试想嘛，对物价会不会有影响？应该是有了，哦，多少会有影响了。不过因为最近的油价还在涨，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如果说这次公布出来的 CPI， 可能在上一期的可能上上下下可能一点点而已的话，我觉得联准会官员最近已经开始出来讲话，因为开始陆陆续续会出来发表言论嘛，一定会有人会讲，我们之前就说好了，我们要去看数据而定啊，对不对？啊，看现在这个油价又在涨的话，照理说我们再多看一期，好，也就是说啊，很有机会什么？8月10号公布 CPI 嘛，那如果说物价上涨，那就比较麻烦了哈。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就会对9月20号的升息会有期待，但如果说就在那边涨涨跌跌的话，市场应该会说，我们再来看九月份，等到9月13号公布，等到9月13号公布完之后，再来决定9月20号要不要升息嘛，对不对？好，那我跟大家讲哈，目前油价一直在涨，所以我预计啦，可能这个时间点呢，看那个油价的涨势啊，再拖到9月13号再来看，我觉得几率很大。可是呢，那个升息的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好，所以呢，8月10号如果物价它没有降，反而是上涨的，股市会提早反应。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如果说这个升息的状况它一直没有办法让我们确定说你就是不升息的话，接下来什么？公债殖利率啊，一定还会往上涨啊。你说老师，那公债殖利率礼拜五的时候跌3%，很合理啊，你又还没有要升息啊，你募集的在那边一直涨嘛，对不对？但最起码呢，它已经创今年新高嘛，所以这里有震荡算合理啊。但是如果公债殖利率跌不下来的话，美元也跌不下来，还没有升息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它就开始维持一个区间嘛，看后面的物价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哈，从公债殖利率跟整个美元的走势来看，没有让我们看到好像升息最后一次了。好，所以呢，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OK， 好，所以呢，依照这些言论，哈，就这些理论依据啊，我上礼拜我跟他讲说，哈，小心八月大屠杀，对不对？好，什么叫做八月大屠杀？好，我们来仔细看哈。其实从7月17号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这个盘你要注意它是不是骗线。你看哈，7月17号在这地方嘛，啊，到现在为止这里嘛，其实老实讲没有跌多少。哦，没有跌多少，指数就是维持在一个高档震荡。可是呢，这个盘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有机会是形成骗线？原因在哪里？因为这跟融资是有关的。到现在为止哦，上市上柜全部都破月线，对不对？什么叫融资大套牢的分水岭？我们直接来看哈。其实很多内容啊，我都会提早去写在这个 Line at 里面了。好，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节目，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好，那个 Light 你就稍微看一下。好，很多重点，你看我今天怎么跟大家讲。你注意看哈，上市指数嘛，现在已经差不多来到季线位置区嘛。那这代表什么？你从6月9号以来，你现在买进的大部分都套了，套多少？361.8亿，有没有？你看啊，6月9号在哪里？差不多在附近嘛，对不对？也就是说，这地方你现在买进的几乎都是套牢的。那现在这一段，你看那个融资嘛，融资从那时候呢1871亿，到昨天为止呢是2223亿嘛，所以呢这一整段啊，融资去买的到现在为止呢几乎都是套牢的嘛。所以你从5月16号在这地方嘛，台北股市开始急涨这一段嘛，对不对？这一段的融资呢，总共买进了468亿嘛，也就是说啊，现在啊，差不多有高达70%以上的融资都面临套牢，这是上市的部分。再来呢，上柜更麻烦哦。好，你注意看哈，上柜今天有反弹嘛？这两天来到半年线位置区嘛，可是你会发现到上柜这上面很明显就是套牢筹码区啊，对不对？好，你注意看哈。上柜指数来到半年线了，这代表说5月30号到8月4号都是套牢的，大概有99亿。那你从之前5月份起涨来的话，
到目前为止高达 81% 的融资都是套牢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关键在哪里？就是说如果 CPI 公布是不是很理想，那你就要预防啊，这个半年线不能再破了，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有 81% 的融资是套牢，如果再破呢会越套越多。上市也是一样啊，日季线不能再破了，如果你这个季线破的话，代表这个前低啊它也一定破。好，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上面呢差不多有 77% 的融资是套牢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地方让我，如果说这个地方不管你上市或上柜，只要有一个先破，另外一个也撑不住。好，如果说造成这种现象的话，同志们，这就是我八月要跟他讲的，你要提防融资有全面溃堤的风险。如果这一跌下来，融资已经让你看到全部大部分都是套牢的，那我真的要提醒你啊，现在买什么都没有用。好，为什么？因为现在上面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堆老鼠窝了嘛，对不对？上市最起码70%以上，上柜也80%以上，现在融资都是套牢。当它一跌下来的话，会变成什么？覆巢之下无完卵。为什么？因为那种融资断头的疑虑开始出来啊，所以你买什么都没有用啊。当然，你可能今天跟我讲说啊，老师啊，你看那个高价股啊，你看今天那个四星涨停板，啊，你看那个双红涨停板，对不对？还有什么？伟创今天也来到涨停板，对不对？好，那些都是 AI 的股票了。这些个股哈，之前在高档的时候，大家都拼命叫你买，那一跌下来就说啊，我之前早就卖掉了。啊，等到今天涨起来，又跟你讲说啊，你看啊，这些股票，你看我们买进，你看我们低档买进，今天都大赚。各位投资朋友，难道大家都是做 AI 吗？哎，你不要忘记啊，今天 AI 的个股是有出现反弹的，可是很多股票它跌翻天了，而且今天很多个股一跌下来，我跟你讲，我原本上面写说最后逃命机会，有些个股你连逃命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仔细看了哈，你们注意看哦。好了，我们先讲中低价的股票了。你看宏达电，到今年为止啊，到现在为止，今天还在创波段低点哦。我记得那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有会员打电话进来问我说什么，老师宏达电可不可以买？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要买宏达电？因为有老师说这地方要存股宏达电，你还记不记得？有人啊，有人这样子讲嘛，存到现在为止啊，那老师都不见了，你怎么存？那买的都套啊，你再仔细看嘛。亚航有没有？然后呢你再仔细看哦，有些军工股啊，不是这一两个月套的哦，从当初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在套哦。那时候我是怎么跟各位讲？五月初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说啊，有些小股票你半年内没有办法解套，有没有？那时候已经有主力出货了，为什么半年内没办法解套？因为法规里面有一个内部人条款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很多个股你不是只有七月套，当初在五六月份的时候你已经套一堆了，到现在为止啊你没办法解套啊。这那你到现在为止你去看嘛，我们先把这些个股你看嘛，什么美食啊，什么六角啊，到现在为止你都没办法解套，都已经跌翻天了啊，你都只有 AI 你没有这些股票。当初那个生技一涨的时候大家也在讲生技啊，到现在为止你看都在创波段低点啊，这些个股你看都跌下来啊，所以这些股票你都没有。好，那没关系，那就算了。那我们来看嘛，你电子类股你有没有嘛？你注意看嘛齁。今天有些个股呢 ,AI 的个股反弹起来嘛，对不对？好，投资朋友你注意看哦。你注意看哦。反弹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很多高价的电子类股它就跌下来了。你看到这些个股啊，什么金硕，从今年一二月份高点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办法解套哦。这边跌下来到现在为止，你看融资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啊，越摊越不平啊。你看到现在为止啊，群联快破线了、啊。这几个月你进场去买的，到现在为止，讨不到任何便宜啊。如果盘有震荡的话，这地方又在破线，啊，这上面不就是越套越多吗？这些个股你都没有，你都只有 AI， 你怎么可能？你再仔细看嘛。你看哈，宜鼎到现在为止都破线了。你看茂达，今年大跌，到现在为止啊，四月份买进的
全部都套牢啊！你看现货，到现在为止创波段低点了、啊，跌下来的时候融资开始一路买嘛，买到现在为止再创波段低点了、啊，所以这些股票你都不会有，你都只有 AI。你看这些股票，全部都破线了、啊。你看嘉泽，融资一直买啊，买到现在为止再创波段低点。哦、所以这些股票你都没有。你看立志，从四月份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高点啊。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融资一路在创新高？你看翔硕，大家都知 AI 啦，所以这些股票你都不会有。可是从今年的三四月份到套到现在为止，台股间大涨啊，那涨不上去啊，是不是？你看这些股票，监狱金光也破线哦，有没有？你这上面买的全部套牢啊！你看这些个股，现在它都跌下来了嘛，对不对？啊，之前我跟各位讲过国巨嘛，国巨这波的走势，你就会发现到啊，从今年一月份开始你进场买到现在，全部套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今天车票写什么？最后逃命机会，很多个股已经逃不出去了啦，看个股就知道了。所以这些个股你都不会有，啊，市场老师都是 AI， 所以所有会员全部做 AI， 什么股票都没有。同学们，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啊，当 AI 股跌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啊，你看我高档都卖掉了，等到涨上去之后呢，就跟你说，你看我的 AI 又涨停了。如果不管他讲真假了，我们都先放一边了。如果你现在手上的股票是套一堆的，我问你作何感想？真的，现在很多个股已经跑不掉了。到现在为止，你就会发现到这怎么跑，你连跑的机会都没有啊！啊，这些股票你看到现在为止，今年到现在为止创波段低点了、啊，所以这些股票大家都没有。我说那不可能嘛，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呢，这些高价股，我们之前在7月27号我就跟他说过了，拉动出息啊，这叫掩护出货。什么叫掩护出货？那时候我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啊，这地方你不要再买了，你不要再买了。其实齁，一整个多头的架构就像什么一条鱼啊，鱼头你不吃，鱼肚肉最多你也不吃，等到鱼尾的时候你拼命去吃，好，你也知道嘛，鱼尾刺最多嘛，所以呢，当涨上来之后呢，你再进场去买，你今天去喜欢吃鱼尾的，到最后你被刺到、嗯、那不是刚好而已吗？是不是啊？当然了、啊、大家都说他股票都出掉，我说如果你是会员，你股票都没有出，然后你后面套一堆，啊，电上讲的你都没有，嗯，那不是用骗的吗？我这样讲有错吗？啊，你要被骗几次？去年高点我让你逃掉，今年高点我也叫你逃。当然你会说，老师不一定这盘还会继续大涨。我说我不知道啦，我们到时候再看嘛。台股有没有这个价值是全球股市里面最强的嘛？明天进出口数据出来就知道啊。但是我还在提醒各位吼。当高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然你会看到什么？哎，有些股票涨啊，有每天都有股票涨嘛，对不对？可是我就说过啊，你不可能满手好牌。你怎么会满手好牌？你注意看嘛，当初涨红鸡的时候，大家有红鸡，结果跌下来，你一追就套嘛。涨人保的时候，大家都有人保啊，啊，结果呢，一追就套嘛，对不对？所以个股也是一样吗？你一追就套啊。连创意也是一样嘛，你这样一追就套嘛，你现在也在等解套而已啊，你没看融资一直买，不要再跌哦，不过到最后会越摊越平哦，越摊越不平哦，你再看这几天的表现，你看仔细哦，当这些高价股一跌下来的时候，有些股票在动嘛，哇一下涨停板，大家又拿涨停板来跟你说，到现在为止在这里，可不可以追嘛？你自己看嘛，你看嘉龙嘛。一涨停板大家都有啊，到现在为止是创近期不止哦，不是近期哦，几乎已经快创四月份以来的新低啊，有没有啊？可不可以追嘛？你自己看嘛。当你涨起来大家都有啊，啊，结果现在都跌下来，连跌两次停板了、啊，结果这一跌下来不会有人跟你讲，所以假如忘记，怎么可以忘记？啊，叫会员买一堆，他们套在上面还怎么忘记？就是你看到市场老师的架构嘛。所以我跟他说过啊，
当初为什么七月份我跟你讲罗振这里不要买，因为你不可能满手好牌，因为看到涨什么你去追什么，不都是这样吗？每天涨的都有人在讲 啊，看到涨就去追啊，你又发现到嘛，涨什么给我隔天就跌什么嘛，所以今天我叫你高点不要买，是因为我把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当作是我的责任了。你今天辛辛苦苦已经赚了一笔钱，是花你多少年的时间去赚那笔钱啊？想说股市里面做多赚一点，可是问题是鱼头你不吃，鱼肚你不吃，等到鱼尾你拼命去吃，吃到最后被刺到了啊，结果受伤的是你啊。你老师会管你吗？真的啊，你觉得你老师有管你吗？每天讲的都跟做的不一样啊，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了。所以我还是提醒各位了齁，这盘就我们的看法来看，我们原本就预计嘛，在8月10号那个附近，因为8月10号的晚上8点半要公布 CPI 啦。那到时候呢 CPI 怎么表现到时候再看哦，因为油价是涨的。到现在为止今天8月份油价还在涨。所以呢很有机会说，哎，这个可能那个物价的状况我们还等到9月再说。我跟你讲，那个市场上面到时候升不升息那个问题全部都出来。所以呢有些个股它会撑不住啊。真的你不可能说你先啊，我其他股票我都没有，反正我就只做 AI。问题是 AI 也不是弹起来而已啊，是不是？所以我还是提醒你哦，有些个股在右肩的位置区啊，你要赶快卖哦，因为这一卖你不卖到时候它就破线下来了。这什么意思？我们来仔细看了齁。比方说当初我们在德维7月13号这地方，我是叫你空啦、啊、因为现在我怕覆巢之下无完卵，所以我们要叫你做多啦。其实最近我也在思考有没有什么避风港啊，这地方我们可以做多。我想不对啊，如果说后面要杀融资全部都会急杀，全部都会杀啊。所以呢现在没有避风港。好，所以呢你不做空的你就把资金留着。真的你就把资金留着嘛，我也不强迫你说你一定要在这地方做什么空。如果你想要学高点想要做空的，我说有些个股的高点你去卖嘛，你就会发现到啊，这边卖完之后就跌下来啊，对不对？像当初那个金刚也是一样啊，这些个股啊一卖完之后就跌下来，还没有结束啊。像市电右肩卖一卖之后呢，你都会发现啊，到现在为止都还在跌啊，是不是？还有很多个股了啊，待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啊，有空明天再说好不好。我还是提醒各位了啊，手上的个股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很多股票已经逃不出来了，那怎么办？不能再跌哦，好不好？那你需要我帮忙的，你再打电话进来，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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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韵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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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
欢迎到现场哈。台北股市今天表现不错哈，出现了大涨哈。不过你会发现到很多个股它是跌翻天了、啊，指数涨，如果你股票都涨不上去，那如果说跌的话呢，是不是很多个股一定会跌翻天？所以我还是建议各位了哈，趁这个时间点哈，赶快调整一下你手上的个股，好不好？那如果说你需要帮忙的，就再打电话进来去做咨询了哈。那这个礼拜就注意一下，8月10号附近的时候啊，台北股市会不会出现大震荡？好，那有任何的需要，欢迎你再打电话进来，我们明天见，拜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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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韵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在高速公路上，到底要保持多少距离才算安全呢？